是吧？比如他要攻防我，我又要退，他要进。进，猛猛退。点儿。哎，他这上我按，他按过，我以这个是走他的尽头，以这儿互补，往这儿旋，旋了这个是他的支点，给他的筋弥合。这个手利用他的左背，上跳他的左背，给他左背的展肘转腰抹胯，这一跳，这样根据身体重心一变，虚身一倒。这可以把对方摔出去，这是对方指我的问题。再换个事儿，你退我，分手退行。这是这个事儿的问题，是利用这个圈儿，这个圈儿的旋绕，崩对方，是吧？再比划一下。